喂，攞啲埋佢啊！好啊，我飽咗身後啦，你要。你中意食蟹啊嘛，嚟食啊！喂，你受啊，頂多幾啦？聽過。男人老狗推嚟推去做乜嘢啊？肉唔肉酸啲啊？係啊，仲有好嘢嚟緊啊！咩好嘢？喂，夠噶啦喎！我今日釣咗條大魚，益下你哋。 姓恩恩嘅，咩叫巴闭啊？大鱼出场啦！ 街，咁你好熟个行，条友俾你搭到佢老母都认唔到，边度认得出啊？Wing仔，你咁都认唔出，足足喺我身边跟咗3年噶啦，啊？ 仆街喺我身边跟咗我足足3年，我仲实下实下，乜实都唔知。我大朝做人做事都系小心谨慎嘅，而家居然半年都未过啫，我哋公司特别啲差佬咁3單嘢。 咩原因啊？有鬼啊！我唔会个爱俾你死住。你查清楚未噶？你平时咁哑渣，差佬唔响你系边个？咁而俾你刮到，条鬼留仔好打有限啦。有乜可能匿埋几年我都唔发觉啊？ 呢个追踪器，寻日我哋做嘢嘅时候，喺佢身上抄到嘅。佢唔系鬼，唔通你啊？喂，你做咩啊？话咗你做嘢大意噶啦，大件咁嘅嘢嚟，引晒成班差佬嚟，我哋咪一镬熟。 揾到欣仔未啊？揾到啦，喺小西环 ，B 车跟我。收到。你咁叻，不如就俾你帮你钉翻个十字架，钉哥。 你身上会有追踪器，讲你唔讲？玩口硬嘛？我睇你有几多手指俾我爆。过嚟，我同你讲。 你老母啊！伙计，
真係差佬，死咗好麻煩。大佬，差人嚟咗。招，有咩車？仆街，叫佢走先。大家坐低 ，Van 仔，姓名周鸿运，系我哋嘅同事。佢 U C 三年，除咗俾到我哋之外，亦令我哋多次破获咗复活毒品嘅交易，打断咗佢嘅收入来源。
更加深入掌握咗復和社團嘅架構同骨幹人物。一凡，你出嚟同大家 briefing 下。Yes, sir。復和係老牌社團和樂同嘅分支，大概十年前崛起。而家嘅坐館就係人稱喜哥嘅陳又喜。復和嘅生意越做越大，好主要嘅原因就係十年前陳又喜開始改變嘅策略，轉行高檔路線。肥東羅向東學歷比較高，喺英國讀大學，佢擁有犯罪學同埋會計商學位，係社團裏邊嘅智囊軍師，亦都係負責管數。廣流全名梁卓新。是陳又喜兩大頭馬之一，負責運毒同埋管貨。飛丁全名丁卓飛，跟咗火牛七年，是火牛最信任嘅兄弟。大招金超年，喜哥另外一隻頭馬，佢個徒弟張星傑跟咗佢五年，佢哋兩個負責鞏固同埋開拓銷售渠道，即係所有嘅打打殺殺。OK, good, thank you, sir. Man 仔。我哋唔可以俾你白白犧牲，更加冇可能俾啲毒品流入市場，危害人間。任何事我都唔可以。今次我要徹徹底底打殘復和嘅社團。Understand? Yes, sir。都唔知邊個講，佢話如果咧喺屋企嘅廚房發現一隻老鼠，咁即係代表佢有一隻變兩隻，四隻變八隻成竇咁。佢嘅親戚朋友冚唪唥就過曬嚟，唉，你放心啦，我出世名係老鼠藥嚟嘅，起唔到飛腳嘅。老鼠藥，老鼠藥呢個形容詞都幾好嘅話。你要殺破啦，差佬你咁省啊！阿大啊，嗰個鬼嚟噶，佢唔是艾氏啊，我係成個復和被炒起嘅，我一點知公司邊個係險仔，邊個係？就係因為你殺差佬，害到我要熄燈差唔多兩個月。你有冇驚過我損失啊？阿哥，呢單嘢咪等我咩咯？話曬只鬼頭仔都係我收翻嚟嘅。你肯認錯啊？我啱想同你講。我哋出嚟行要講義氣，出面全你啲兵冚冷溝淡曬。你知唔知咁樣會影響我哋社團聲譽嘅？全啫，你知唔知實際上我幫公司揾講夠未啊？咩唔講得啊？有解釋緊啊嘛！解釋咩啫？同阿姑解釋。講啦！有承擔咧係件好事嚟嘅嚇。好，我就派你間部仔。去找新貨源，如果找不到的不用回來了。我幫公司賺那麼多錢，你給我走街。喂，阿公啊，你就好努力走啊，多謝。多謝。留意你的眼神啊。OK， 肥东，系，讲下你嘅新活动。咁多位大佬啊，下个礼拜咧，我哋会同东里交易。今次系我哋两个集团第一次合作做生意。佢哋嘅货又靓又好贵，但系佢哋好快会垄断源头，所以趁早同佢哋合作，对我哋有好处。呢次系同佢哋嘅执行主席宋先生合作，佢出咗名生意佬。見錢開眼，無情無義。肥東，你自己執生。收到。哦，大招，有啲嘢我要同你傾啊。你都幾撚夠 work 噶喎？喜哥講到明呢兩個月唔准賣嘢噶啦，仲跳？做咩啊？唔信啊？同我大佬星傑講咯。咩啊？講你大佬嚟帶我啊！依家一大利皮啊！依家關你咩事？唔好撚嘈啊！話撚到明㗎啦嘛，同我衰曬啦！再講。翻去話俾你大佬星傑聽，係我飛釘唔俾佢賣。走。
走啦！你翻去做嘢先。阿大，咁你去边啊？多事啊你！请慢用，有啲咩问题随时同我讲。好，唔该。靓哥，系，你真系好耐啊！啱啱坐低都唔够三十秒。好少一个礼拜见你超过两次噶喎，点解又过嚟嘅？冇，见谂唔到食啲乜嘢，咁嚟呢度最好噶啦，冇 menu， 咩你揸晒主意，唔使烦啊嘛。系噶，我呢度最适合，日得做嘢太攰，夜晚又唔想用脑。或者有選擇困難的人，你是哪一種啊？我？嗯？兩樣都是啩？那都要陪下我先咯。陪你什麼先？當然是陪我喝酒啦，橫掂今晚又沒什麼客人，你想喝什麼？你知道我口味的。嗯，清酒溝紅酒？话说话，点解你喺餐厅用蝙蝠呢个名字？你冇听过伊索寓言嘅咩？蝙蝠喺兽入边扮雀，喺雀入边扮兽，结果两边都唔再相信佢嘅古仔。喺兽入边扮兽，喺雀入边扮雀，咁咪得咯？点解你讲得咁简单啊？拣错咗，随时连条命仔都冇埋。唔系谂咋？掉你马尾婆！唔係砌塵，阿媽喺度，隔佢嚟計，阿羅賓問啊，俾我解僱啊，會唔會叫嚟解你啊？嚟啦！嚟嚟嚟，但問天公攬命。我哋攞聲。你都巴閉啦！飲到咁大都揸到上嚟，啊！有冇人拉你醉酒駕駛咧？你而家想拉我啦？嗰日我差啲親手打死個僆仔。假如當初我喺警隊，以我天分，而家起碼都警司啦啩？定係你想我一直喺福和，一直做到草根為止啊？咁啊好啊！到時你記得親手嚟拉我啊！又可以消滅福和，又可以立功。一舉兩得啊！下個禮拜，福和會同東李貿易有第一次毒品交易。你知噶啦，目前東李差唔多壟斷曬所有嘅高級毒品市場。如果福和同東李合作順利嘅話，將會係強強聯手。調翻轉頭嚟講，如果你兩邊都唔啱嘴型，合作唔成嘅。
覆我就好难攞到货。有交易时间地点，我再通知你。啊，系啊，上次追我追到去货柜场嗰个癫家系乜水嚟噶？佢叫段一凡，总会犯咗高级督察，但我好有可能成为最年轻嘅警司。警司？你叫佢小心啲啊，咪乱咬咬到我啊！一凡，恭喜你，面试同笔试全部 pass， 下个礼拜你就系总督察啦。我一定会努力 ，Sir。我对你有信心，立多啲功，两年之后有机会升警司。Yes, Sir。精神啲。有單 case 同你傾下 ，CRB 嗰邊先係有料嚟。話星期有得大型毒品買賣，今晚仲係幾千萬以上。今次行動最重要係東李同福寶嘅首次合作，我哋要趁呢兩個食團未埋堆之前打散佢哋。我想將呢單嘢交俾你，你翻去好好組織下。C'est une belle journée. C'est une belle journée. 宋生，你就係一凡。快啲翻屋企啦。係啊，宋生。We are graduates。宋生，冇你，我唔會有今日。多謝你。其實你想我畢業之後幫你做啲咩？我想你考警察。兩位大佬啊，今次我哋同東李交易條數會比較大。喜哥嘅意思係我哋一人會派一個心腹出嚟，互相監視，喺出發前嗰一晚揾喺同一個地方。如果咁都有問題嘅話，咁即係證明裏邊一定有鬼。我就派藥雞，大招哥派辣椒，火猴哥派飛釘。好，阿大哥有腦，一石幾鳥，一膽拖全餐，一 Q 福爆佢。你噏乜嘢啊？喂，我噏咩啫？我一陣間打有腦啊，咁都唔得啊？我就唔驚啊，家下我啱啱捉咗條大魚啊，驚啊！怕你而已。潦草雞，開我刀！閉嘴！我哋最初嚟食嗰時幾錢碗面？十零蚊碗啩。而家咧？哇！成五萬幾蚊啊！今次嚟咁單嘢。你哥指定要你去，你要小心啲。
咁係咩意思啊？算係信我定唔信我啊？唔信。哦，你哋五個男人都係同一屆㗎？嗯，係啊，點知同一屆啊？我哋宿舍就同一層添啊！平時邊個成績最好㗎？咁啊，梗係我啦！點會係你啊？你個真俾校長孭完之後先突飛猛進啫嘛！喂，講咩啊你？孭完啊？你知嘅。我嗰次你俾校長叫咗入房，差唔多成個鐘先出翻嚟，我哋擔心到差唔多要爆門添啊！咁究竟嗰次發生咩事啊？我哋都唔知㗎，總之入咗去之後就攞咗銀雞獎咯。唔好亂講啊！先揚內政部噶，一陣間佢哋信啊，查校長點算啊？我先至唔會信埋啲咁八卦嘢啊！係啦，咪講埋啲無聊嘢啦！我嚟飲翻杯，慶祝一凡成為最年輕嘅總督察。好 ，cheers！ 多謝曬，多謝曬。先人，做咩啊？我的人生进入另一个新阶段，我答应你，将来每一次嘅进步，每一次嘅快乐，我都一定会同你分享。系啊，多谢。老生早晨 ，morning， 坐。飲茶。啊，呢度睇到灣仔警署喎，係咪你升建集督察嗰度啊？我下個禮拜正式升為總督察，繼續留響總區反黑組。同埋，我已經向善陽求過婚，佢應承咗。過兩日我哋同福和有單交易，今次嘅成色比較足，所以價碼都比較大，差佬一定會及住。
你自己醒定啲，今次不容有失。十六，我好似都听过呢单嘢。喂？知道。系咁噶啦，官升得越高，就越难做噶啦，你要习惯下啦。知道。今日啲 French baguette 几靓，好新鲜啊，攞嘢食先。好啊。留翻中间嗰个俾你做书房啦，好冇 ？OK， 好多嘢可以整啊。系啊，但系我哋租定埋噶。冇层楼喺手，点够胆娶你做老婆啊？啊，锡晒你啊！你中意得？我中意啊，好靓啊！但咪住，我哋供唔供得起呢度噶？呢度话晒都系半山区喎。两年内，我一定会升做警司，一定搞得掂，你放心。我对你有信心。过两日我哋同福会有单交易，今次嘅程式比较足，我哋要趁呢两个食团未埋堆之前打晒佢。我想将呢单嘢交俾你，你翻去我做即刻。睇多啲啲，睇多啲啲，系啦。走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。系喎。Perfect。我哋有信心，立多啲功，两年之后有机会升警司。我哋有好多爱心包围住嘅小朋友，佢快够长大啦。我将来咧，我哋生咗小朋友之后咧，就要重新设计个所。你想生仔先定女先啊？系咁噶啦，官升得越高，责任啊越大，你要习惯下啦。一日到黑都系担惊受怕，想好好瞓一觉嘅机会都冇，一系就惊俾人督爆，一系就惊俾人怼冧。我真系想过翻啲简单啲嘅生活。好似普通人咁跳下舞，好似正常人咁翻工放工，同朋友打下波，有个简单嘅家庭，得闲可以同啲仔女游下浮。关你事啊！你唔好多管闲事啊！靓哥，听我眼转好啊！你哋唔放开佢，我就报警。唔使报警，已经嚟。唔好意思啊，靓哥。Sorry 啊，飞钉，冇吓亲你啊嘛。冇，有啲晕车浪啫。介紹一下，我夥計藥雞，大招哥嘅辣椒，佢就火牛嘅頭馬飛釘。喜哥非常重視今次嘅交易，為咗防止有人走漏消息，要慰問一下你哋。請將你哋身上面所有嘅通訊器材交曬出嚟。
年前同人爭地盤，俾人立咗槍，小隊骨碎曬，傷咗兩塊鋼片，瞓咗三個月馬嚟，所以每次過海關，次次入房搜身。五個鐘頭冇痛楚，一定係執出發點。一邊樓上得到可靠消息，福和同東已經開始合作。老常，麻煩你同大家講啦。根據線人嘅情報，負責交易嘅福和社團分子，目前聚集喺西營盤一棟樓宇裏邊，準備隨時出發。咁我哋係咪即刻行動咧 ？No， 目前我哋尚未清楚佢哋正式交易嘅地點。呢次嘅行動係要打擊福和同東你。所以一定要等到他们交易，我们才可以察觉到他们。他们今次的保密功夫做得非常好，如果有进一步消息，我会再通知大家。今次行动由段一凡总督下带队，大家听日指挥。多谢李 Sir。大家今天全部留在总部，随时候命。Yes Sir。电话。点啊？确定咗位置未啊？楼上 OK 咗，喺二楼二零三呢个单位度，但系影唔到入边嘅情况。三個人入去，通知李 Sir 準備行動。Yes Sir。翻嘢俾佢哋啊！咦，玩懷舊啊，啱我喎！一間你哋就用佢呢款手機。冇 4G、WiFi、GPS、藍牙之類嘅，差佬根本就定唔到位，而且呢部機淹咗嘅，只可以對講，唔可以打電話。正同頭碼頭交易，大家將自己嘅衫除曬佢，換新嘅。啊，自己嚟揀啦！大家一陣跟住我。聽我吩咐，上我指定你哋要上嘅車。柳 Sir， 你哋上白色前面嗰架頭車。咁多架車跟邊架啊？唔使跟啊。Yes sir。箱入邊有3000萬，你醒定啲啊！收到你個，收到你個。
仔就係死喺呢件嘢手上啊！你想害死我啊？擺個鞋裏邊，冇人知道咯。昂查陽泉膏呢支係隱形墨水嚟嘅，你用 UV 燈就可以睇到你留俾我信息。即刻通知總部，交易地點喺青龍頭碼頭。林 Sir 通知總部，交易地點喺青龍頭。全部上車，等我 order。收到。袁 Sir， 我哋呢边 ready 啦，可以出发未？而家出发啦 ，B 车跟我。Yes Sir。你做咩啊？喂，唔系辣椒，呢度点拎都冇三千万喎、啊。你见过三千万咩？你知道三千万几重咩？我冇见过三千万，但系见过30万啊嘛。喂，30万一个苹果芒，边有1000个苹果芒啊？你有冇学过数学噶？三千万系30万嘅100个啊？系咩？咁都冇100个啊，系嘛？系咯嘛。宋先生臨時改去鴨脷洲船牌交易，即刻出發。收到，走。哎，買罐嘢飲先。喂，你啱啱先飲完啫喎，你又買又飲。鴨脷洲喎，好遠喎。你真係好麻煩嘅，真係。行古話唔到公德心抌垃圾。邊個話出嚟行唔可以有公德心㗎？咁樣啊。咁點解拎住3000万出嚟走啊？好重啊，大佬！梗係更新啦，唔通擺車咩？你得未啊？行啦！吹你阿媽生雞仔咩？你先行先啦！收到柳 Sir 通知，交易地点改咗鴨脷洲码头。应该是你的。复我的英国人。那边。我以为我们都 OK 过。
我哋喺度呢兩個鐘，等差佬收我對外先啦。兩粒鐘，我差啲三粒鐘我會死，知唔知啊？依家你成幾千萬，佢哋一定要拉到人即刻收手。你哋喺度等，不如趁你哋未挖到嚟之前，我哋快錢。你啊，外邊啊。所以三大家跳翻落去，又跳一、二，你兩個撲街！喜哥，啲貨冇問題。合作愉快。喜哥，今次你報呢個局好精彩。我老吉句話，穩陣啲好，最近。風聲好近，唔好意思，今次搞到你損手添。嘿，傻，幾十萬可以刮到只鬼，抵啊！嗯，肥東啊，係，去查嗰兩個到底邊個係鬼？收到。Yes, sir, 收到大量現金同埋可卡因，打翻差館收隊。Yes, sir。生意旺咗佢，成晚差佬突然间杀出嚟，好彩条死差佬肥歪咗，再打过啲就快去见阿爷。但系话，喜哥会唔会认我就系燕仔？放心啦，差啲命都冇，佢唔会唔信你。你洗下伤口，食啲嘢，又有针。上面，一齐上面，上面。
拜，下個禮拜你就係總督察。我哋會努力上。大佬就喺呢度啊！嗰日咧，我哋幾條友喺度 hea 嘅，跟住收到 call 就出發啦。有啲做咩啊？抌垃圾啊！蛊惑仔玩功德心，哎，未完啊！啱啱饮完嘢，买嘢饮。你仲我嘅手指伤咗嘅，爆晒光啊！哇，咩料大佬？利州码头，扑街仔！喂，起哥个提议，我哋分两场交易，一场假嘅，一场真嘅。差佬为咗打击我哋，专门成立一个特别行动组，有一个新嘅总督察嚟负责。是你要走路定我要走路啊？冇人要走路，乜嘢衰咗？喜哥损失唔少钱，咁今个月要早啲交条数俾佢，等佢老人家开心。大佬你真系识做人，唔怪得知你系大佬，我唔系啦。阿乐，喂，你唔系话早啲翻嚟嘅咩？乜唔系升咗职之后可以早啲放嘅咩？边有可能啊 ，Madam？ 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啊嘛，系咪？好啦好啦，咁你快啲翻啦，我一个人搞唔掂呢度噶。好啦好啦，好快，系有啲塞车啫嘛，一阵见啦，好唔好？你自己小心啲。好啦。你后边边个嚟噶？边个？善央，善央，做乜嘢？做乜嘢啊？边个嚟噶？善央。做乜嘢啊？善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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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入嚟啊！空氣喺兇案現場附近700米垃圾站揾到，鑑證科已經證實咗指紋係屬於一個叫做丁卓飛嘅福禍社團成員。根據線人提供嘅情報，昨晚喺兇案現場附近見過丁卓飛。飛的，丁卓飛。師傅，有冇電話？喂，柳 Sir， 我靚咗嘢。你都知道靚嘢啊？咁仲玩失蹤？昨晚內政部有個女督察被人殺咗，空氣上邊有你嘅指紋。閉路電視影到兇手有啲似你。仲有個線人話見到你喺兇案現場附近出現。我昨晚俾人用電棍包圍咗，擺明有人想車我。你而家暫時俾阿峰揾到真兇，你先冇事。阿叔，呢架車場有冇閉路電視啊？啲舊片場冇噶啦，出入口就有兩個。哇！飛釘係你嘅人嚟嘅，你點睇啊？佢係俾人屈嘅，我諗唔到咩理由飛釘要殺差佬。佢出邊好多仇家嘅咩？邊個要害嘅？一兩個梗有噶啦，嗱，可能為錢。單嘢公司損失咗唔少，所以我尋晚叫飛釘提早交條數俾你，諗住幫補下。條數好大咩？五球幾？哇！五球啊！俾著我都著數啦。你跟咗我咁耐，我信佢。啊 ，sorry。講下笑啫啊 ，OK。美哥，俾啲時間我。三日夠唔夠？到時俾個交代我。知道。喂，收到。美哥，外邊有班差佬。喂，睇下咩事。你條僆飛釘涉嫌殺警，麻煩你合作交佢出嚟啊！阿 Sir， 你識唔識攞噶？呢個私人地方啊，你咪窩你先。唔關你事啊，即刻行開！咩唔關事啊？你咪搞事啊！係啊，點啊？唔關你個事，飛釘係我嘅人，跟你翻去。啊！警员林善阳身中两刀，两刀都直接刺入肝脏，引致大量出血致命。由于落刀的位置极之准确，加上没有任何拖动，伤口没有任何裂缝，证明凶手是非常果断，手法是干净利落。林善阳曾经开过两枪还击，但是现场只是找到一粒弹头，所以凶手很可能已经中枪受伤。法医报告完毕。啊，听住 ，A 队、C 队负责刮晒所有医院，包括你哋嘅线人同黑市医生。睇近嚟有冇醫治過槍傷，或者懷疑受過槍傷嘅 case。其他店全部孖逼，同我刮曬港九新界各區藥房。睇近嚟有冇可疑人物，
會一次過購買消炎、止血或者大量手術用品。OK？ 點解唔叫我開會啊？冷靜啲，你唔係放緊假嘅咩？點解唔好休息啊？休息？一日未揾到個兇手，點樣休息啊？嚇！你而家係咪唔服從我嘅決定？你睇下你，以你嘅狀態同精神，我覺得你絕對唔適宜做 OCG 師。你唔好忘記，我哋係差人，無論案件有幾困難，心情有幾複雜，我哋都要必須保持高度冷靜。你作為一個 OC， 如果你唔冷靜，你啲白班同事會搏命。一凡，我明白你心情，我哋一定會還善陽一個公道。OK？使咩除鞋啊？哦，嗱，你啱啱真系嚇死我啦！呢對拖鞋好似好耐冇人著過喎。哦，佢著咗出嚟，唔好望啊！我屋企太亂啦，洗手間喺嗰度。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我呢度太耐冇叫工人嚟啦。我又唔知你会过嚟喎，我执埋啲嘢，一阵你瞓床啦。肥肥，你估啱咗，一凡真系想起我飞脚，向警队步步高升，结婚买楼，登上人生高峰，有咁幸福嘅生活，佢点想继续做卧底啊？宋生，今次你呢个 plan 非常之好，可以对付飞钉呢个警方二五仔，又可以搞乱复活，我自己又可以乘机上位 ，perfect。最 perfect 嘅。是我可以教訓一下一凡呢個反骨仔。肥肥，你大學嗰陣時 double major 讀咩嘅話？犯罪心理學同埋會計。多謝宋生，當年幫我交學費，所以先可以去英國讀書，讀犯罪心理學，又可以拆穿到飛釘呢個鬼計。我枉我供你咁多年啦。話是話，其實一凡今次。你想他老婆会不会过火了呢？以你现在在复活的位置，我不方便说那么多。如果你比上尾做下去，过多几年复活都是属于我们东里的了。嗯？是呢，飞钉是卧底的事告诉喜哥哥听没有？飞钉杀警这件事他都未必会信得晒，都是留一手，迟啲话俾佢听。一定是职业杀手做的，我都觉得是。好似啲古惑仔，净识攞把西瓜刀乱咁斩，边有咁好刀法啊？我就嚟走投无路啦 ，Sir， 你仲喺度讲笑？喂，你认为边个有冇我你啊？我估应该是福和那边的人做的，但要找到个杀手才知道哪个是幕后主使。好，分头行先，
你去找殺手，我去查斷一份同死者的背景。不如調轉啦，你去找殺手啊。你去坐寫字樓啊。我實有呢一日嘅。榴蓮嚟㗎，快啲，好貴㗎。快啲啦！快啲啦，唔怕啦。唔知自己點解叫口臭咩？靚叔叔。我唔講嘢啊嘛，唔講嘢咪噏到口臭啫。你唔中意講嘢自奇啊！你真係有口臭啊！你唔信我，都應該信下你女啩，係咪啊，毛毛？係啊，因為成日唔睇牙醫，所以有牙周病，先至會咁臭啫個口。嗱，等丁叔叔做埋呢單嘢之後咧，就捉埋你爹哋去睇牙醫，好冇？好啊。慢慢食，慢慢食。收到封有人找个榕树头的护林石的医生余昌生，你送我女回去先。丁叔叔，我过几日生日了。是咩？咁丁叔叔过几日买埋份生日礼物过嚟同你庆祝。嗯，好啊，多谢丁叔叔。生日礼物梗系爸爸买噶啦，唔可以咁样嘅，冇礼貌。细路女嚟噶。你要嘅人喺旺角，你睇下啱唔啱咧？點啊？啱睇完鑑證科嘅化驗報告，科寶同東李嘅交易好可能係一個局。局？搜到嗰十五公斤嘅可卡因，化驗報告之後證實咗全部都係劣質嘅試劾貨。總值唔超過50萬，3000萬現金裏邊混合咗大量偽鈔，真鈔加埋只不過50萬左右。仲有，你要小心段一凡，我硬係覺得係有問題。你懷疑佢殺死自己老婆，救我俾我？唔係，我懷疑有人要殺佢，或者要教訓佢。你只不過犧牲品。Thank you.
錢走甩嗰個係殺死你老婆嘅殺手。如果唔係你，我一早捉到佢。冇可能，我老婆肯定係你殺嘅。如果係我做嘅，我而家就可以一槍打死你。这火河被火烧坏了。Grab 飞钉实差佬在我此局扇他。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是他说飞钉是卧底。那现在他最后可以嘛。我说辣椒卧底行不行？他是有证据的。我受死。肥东已经在做事，你们几时可以开工的？听肥东说。我看不是啊。听完他他读多几年书而已。整個社團交曬俾佢話事，唔係啊！咁以後我咪可以去香港 U 啊，去中文大學收咧。我話係就係。我幫你買咗宵夜，快啲過嚟食啊！咩嚟㗎？係你最中意嘅雲吞麵。同埋腸粉，我突然間唔想食雲吞麵喎，我想食元朗嘅 B 記涼粉。你以為你係老細啊？咁鬼難服侍，呢啲係我辛辛苦苦喺好遠買翻嚟噶。咁多嘢講，我買咗啲咩你就要食咩？喂，點啊？你交过嚟接我。我出去做啲嘢。小心啲啊。喂，毛毛。爸爸做紧嘢，你切蛋糕先啦。系啊，系啊，爸爸做嘢翻嚟噶，真系噶，好啦，喂，拜拜。点啊？喂，丁哥，摆咗好耐，仲喺度啊？点解唔交俾警察？因为你呢单嘢一啲都唔简单。
嚟，你自己讲。阿地东，阿地东叫我着住飞低嘅外套，俾两个差判，佢昨日飞低啲芝麻萝卜度。讲，点解你咁做？点解要咁做啊？你咪冲动住啊！你唔想知边个系幕后指使咩？无啦啦肥东又点会派杀手杀警察？就算起曲 order 都绝对唔会留杀你老婆，所以你一定要查落去。我帮你找到凶手，你都帮我一个忙。宋靖光，李哥，李哥，你带个差佬嚟做咩啊？你听飞艇解释。李哥，我系俾人冻嘅，目的就系想搞乱福祸。讲，边个指使你杀死个差婆嘅？肥东，做大龙凤啊！而家。找什麼KTV來動我？有證據怎麼看啊？什麼證據啊？阿弟，飛釘說沒錯，這五球東西是在這條爛攤裡找到的。這袋錢就是那個我叫飛釘拿給你的。我一早就看你死肥豬不順眼了，仆街！你們加埋嚟屈我，做我，李哥，今次我哋同东李交易系飞艇部署嘅差佬条针嚟噶。我系卧底，如果我系卧底，点解你唔一早同李哥讲啊？因为肥东系东李姓宋嘅人派嚟搞我哋复活。李哥，唔系噶，条差佬屈我噶，系佢屈我噶。条死夹鬼，做二五仔，想一铺炒我哋复活。你想俾东李毒底？哭！李哥，唔系噶，李哥，我呢度冇。一个人去，你又系警察嚟嘅。咁如果系咁嘅话，你都唔应该去啦。老Sir，见一凡决定一个人去报仇。
宋正光，点解要杀我老婆？你好似第一次叫我全名嘅啫嘛？我问你啊，答我啊！我系啊！咁多年嚟，系我帮你搞掂晒所有嘢，你仲要咁样对我？记住，唔系你帮我，系我帮你。如果咁多年嚟唔系我泄料俾你，拉咗咁多犯，我自己需要将来，我需要幸福，点解你要杀我老婆？帮我做嘢嘅人最紧要系咩？系忠心，同埋要断六亲啊！你仆街唔系人嚟啊！我唔系人，我系神。上次單嘢整你唔死，你都算大名啦。有人做卧底係嘛？我而家送你一程。冇錯，拉人同殺人係兩回事。你係警察嚟嘅。金超年被控谋杀罪、贩卖及运输毒品罪，陪审团裁定谋杀罪、贩卖运输毒品罪成立，判处终身监禁。陈友喜被控共同行事谋杀罪、贩卖及运输毒品罪，陪审团裁定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，贩卖运输毒品罪名成立，误杀罪名成立，判处终身监禁。梁卓生被控共同行事谋杀罪、贩卖及运输毒品罪，陪审团裁定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，贩卖运输毒品罪名成立，误杀罪名成立，判处终身监禁。